说当初那会儿吧，我来北京之前吧，来的时候吧，那三环以外全是一望无涯，什么都没有，就等于是平房多，没楼房。我叫张世林，来自四川广远。我们这干这个工作吧，一般早晨5点半起床，洗洗脸、刷刷牙的，然后倒个坐公交车到工地吧。7点半之前必须到工地，到工地再上来换换衣服，就换衣服、检查绳子，这么就开始放绳、下本。一年就干200天吧，最多。你说嘛，200天，一天400块钱就7、8万块钱。怕肯定是怕嘛，但是怕也没办法了，低配之下嘛，想挣多挣钱啊。现在小工1.56，200块钱一天，你可跟拉二那个比不了。我等于我一个人挣钱，家里4个人花。包括我还在这里租房子，就是钱不好挣嘛，就不会想回家，有4年没回家了。现在这那么多年，20年吧，变化太大，北京这个基本全部是高楼，3环、4环外全都基本高楼。干咱们这个吧，说年轻那儿无所谓，胆大。你说他眼力越来越大吧，就感觉说，就有点胆小。我们干到几十干不动了就不干了。